全世界大家好，我是 Le Miss Lam 品牌的代言人郭采洁。圣诞节来了， Le Miss Lam 与英国国家肖像馆 NPG 联名的圣诞礼盒正式上市了。这款联名包包下面呢，拼接了英国历史人物詹姆斯一世的肖像图案，设计非常的有特色。除了这款包包之外，圣诞礼盒里面还有一份神秘的礼物，想要知道是什么吗？快去 Le Miss Lam 线下门市店揭晓谜底。最后祝大家圣诞快乐， Merry Christmas。